朋友们，大家看看啊，村乌苏里江野生的奥花鱼，这是三花里的第一花，奥花。这个是五螺里的第二螺，法螺啊，长得和鞭花很相似，但是它们两个都是蒜瓣肉，没有毛毛刺儿啊。奥花身上呢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，味道是非常好的啊。法螺呢，它是这肉啊，没有毛毛刺儿，非常细嫩，非常非常鲜。